王律师啊，叫大家冷静下来，好好想办法的是你啊。啊，不过另外，我想要企图引导大家去掠内鬼的人嘛是你。一边正派，一边干巧，请问对一边才是真正的王律师啊？爸，你是在讲啥啦？你家己斟酌想看嘛。你是咪熟悉江苏了？就小人所发生真侪代志，而且每一条啊，拢无法度控制。上较早是王亚杰失踪啊，后来毒棍啊尸体竟然莫名其妙阁走出来，然后伊对咧惊落，后来就是凶器阁走出来，最后所有证据拢指向你，你才会去用通缉啊。通讯，你拢无好好想过，这个江律师到底？你是死刑还是好啊？你现在是在怀疑我？我是陈委员的委任律师呢，我是安怎说给我的董淑玲？这对我一点仔好处拢无啊！因为一切疑点太过多啊，而且董俊确实。是熟悉你了后，伊就开始落座啊。而且我听人伫咧讲啊，你甲董俊的熟悉是伫咧罗林拄着。江律师，敢会这种的巧合，嘛是你精心安排啊？这位公啊，我为着陈委员的代志四界走走，不甲家己拢有性命危险啊！我竟然搁予。担当的怀疑我有利心，早知影是安尼，我就直接去警察局检举陈委员。你我顶多会当得到一个正义如水的名声。你若是无利心是安怎？陈文尧甲你讲话了，伊会对你比出一个真奇怪的手势。陈文尧跟你讲话讲错了后，你就顺这个势，行往董俊遐去，把你的位置扭出来。然后王有德就对伊的证人开枪。请问者，今麦我所讲的这，敢会是我家己想想者啊？我若真正是陈文尧伊那边的，我搁跟恁做伙踮遮创啥？我就把你的行踪报给因知影就好啊。不管安怎，你即马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。等等诶，你无信任我，认为我是陈文尧伊迄边的人，安尼我即马就离开遮。陈委员案件，恁找别人斗相。比你阿兄我还要简单的帮你走。无你想要安怎？三年袂欠，这嘛是处理代志的方式之一啦。这得看你会配合多啊。即嘛是要安怎？陈长胜对我起怀疑啊，我必须要证明我家己的良心，要安怎做才好嘞？哎，子贤，哎，子贤，哎，子贤，你有阿给无？啊，子贤，子贤，子贤。爸，子贤昏厥啦！你不就是在病院医生？你赶紧来叫医生哦，来救子贤好无啦？爸，是我救你啦，好无？拜托，我拜托你啦！不如就用这个机会来试下，看江律师这个查某是不是真正的内鬼。你嘛想要甲罗家的人哦，去替阮夫人招魂，你会当去啊，点我来顾就好啊。我家己是头家呢，我直接挂牌遐滚就好啊。迄是因为啊，告别场面伤过悲伤，我实在无想要去面对。而且是咱个老何甲亚杰上亲的亲人才对。无怪子涵一定爱我留落来陪你哦。我帮你解囊，你一定够较有助的。其实无这么严重啦，
不管咱生活过安怎，咱拢无所谓，符合别人期待，就一定爱真幸福、真快乐。咱是有权利会当伤心、会当艰苦啊。但是拄着悲伤的代志哦，就要勇敢去面对，安尼就当慢慢啊，悲而不伤。悲而不伤，这句话我会记落来，这嘛是一种境界啊。 你哦，我少年啊，若是无机会退回这种心情，嘛算是一种幸运，真有福气。我是希望只是人拢无需要救，你退哦。嘛希望只是人拢无需要甲这个世界告别。阿强，我代志处理，你也是要离开哦，跳到门啊，等下关好就好。哎，等下，什么代志遐尼凶讲哦？那有啥大三工，我会呐。是多人出讯息我啦。你看，这一看知影，是受伤人之前伤势变严重啊，因真着急，要送去医生看。我当然袂当，反正哩好食困啊。伊关了气，已经行到香港啊。 我要赶你去，甲你赶到走投无路。杜正浩，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甲杜老讲好啊啦，而且有传警察地址给我，这一定是陈永信安排的，就是我使用林子倩送去医生看。我跟你去啊！哎，袂用阿强，唔通甲我记住呐，下晡迄七个我不对着呢，起码大家拢无闲，至少互我去，会当有一个照应啊。 已经已经出发了，吴先生，文瑶，还有迄个潜水教练阿强，无看其他的人。对哦对哦，徐杰林哦。是。时间调到这么拄啊好，绝对有人去做报备啊。怎样？交给我进。 陈长生本来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，之前就在怀疑我，这次绝对想要恶看我一条。我真正是想过着急，想要找到夜姐的路，这才会这么冲动。恁这么明显的限制拢无注意到，我已经通知文瑶，伊莫过来这下个。 多谢你帮我去买物件啦，啊，只管请你哈。免啦，免啦。喂，啊，你这个人吼，啊，别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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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难道哎，你安尼是创啥？我只想要问你，你咧创啥？
你住海边啊？管遮宽？这个代志关系到我的后生啊，我当然是管愈宽愈好啊。那若无，我哪有法度抓到你这个尿白啊？你讲啥？我听无。莫定亲啊！你啊，就是宝贝啊，这就是正果。食路就爱灵敖，目睭花花看袂清楚，就爱看目镜。我是咧耍游戏，啥物宝贝啊？哦，你讲的敢是迄两只过河的贝啊？你是咧耍这個？我毋是有讲过啊，我甲伊耍一寡动脑筋的小游戏。林子倩的工作这么严重，处理起来哦，就费工的。我伫只等就无聊的时阵，怎也袂当耍游戏啊？还是讲你想要做些啥？唔免，歹势。有戒心是好代志，啊，不过若是想过交差伊哦，对，互人感觉就拖呀。先送，是安怎？多少程序员工，这件这。因即马敢若无买诊所，颠倒是我去金纸店嘞。继续对，有任何的状况随时汇报。是。还是讲多拉就团结游戏的画面给你，你哪会真要叫你撤退啊？我甲多拉讲好，免做暗号。伊若是甲跑了杀过河，会表示要我走的意思。用游戏来做暗号，来开袂成功。哇，真正足巧诶，搁怎样有这款的方式来沟通？遐若无，恁爸设计一个陷阱，恁若真正去，就属于请君入瓮嘛吼。那心机那才重啦。歹势，我毋是超过伊要骂恁爸诶。要紧啦，陈荣兴本来就是一个精英 team 诶啦，伊绝对袂汉干到真多错，所以我想照诊所去做。毋是啊，你毋是讲伊是陷阱，你搁袂去哦？陈忠信找无，多少是来找正果。照伊个性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我今日伫遮对多少下手，我袂得目睭紧紧，看伊有险。我带你去。不用啦，我当靠势，我是陈忠信后生。赵四看咱袂顺眼，伊嘛袂对我下动手。啊，无你就不共款啦。你对我去，真着危险。而且我白甲白笑，我家一人去着。听你讲到遐尼啊恐怖，我嘛是惊啦。啊，不过我若无去，你是感觉讲我就无意见啊。这本来就是我的代志，袂当甲牵涉你啦。好啦，外口个人群众，我有暗门离开，你家己说你的。